帅用的是 Joker 啊 ，Joy Boy 用的奈斯。但是刚才他们打的时候，帅好像输了。对，帅是败者组的吗 ？Joy Boy 是胜者组的，啊、对对对，所以就是，如果帅要想拿得总冠军的话，需要赢得两个波舞。哇，这有点难了。啊、嗯，相当的猛。选择了任天村。任天村这个地图，感觉两个人都还可以。其实任天村还行，但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图。看他们怎么利用中间的那个板子是吧？好，开始了他们的力回之战。两个人都在控制距离寻找机会。PK fire， 一个是两个人在不断吐火，各自在吐痰是吧？我吐，对对对，你浓我浓，互相吐痰以示友好。三个空前，好强啊这个！奈斯的空招非常的丝滑，哇哦！奈斯的后头应该是大乱斗里面击杀力度最强的后头了，马里奥和他差不多吧？没有没有，远不如奈斯。哇哦！哎呀！哎呀！失误了，帅。Thunder 阻止了帅同学的回场。哇，这弹真舒服呀！这弹吐的，这是一场你浓我浓的战斗。哦哦哦哦，帅感觉有点费劲了啊！嗯，哇哦！哇，又是一个阻止回场。嗯，哇，这连续两次。那是上臂吗 ？PK 雷，嗯，啊，那是上臂是吧？对。其实尽量少用这个下臂，横臂好一点。小丑。你说谁呀、啊？就是帅的那个，因为对方能吸收会比较麻烦吧？嗯，不一定。不一定是吧？他到现在也没用过一次吸收。哦、啊，好吧。奈斯的出盾是非常强的，他的空招空恩啊空前啊空后啊、嗯、都没哦漂亮哦漂亮的这个空后是吧，那个应该是嗯就像空前空恩再一次吗，哦啊可能这次不行了，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了、打断了，他想撞他，对对对，不行，哦悠悠球，哇太强了，这个连续三次阻止回场，现在恭喜交易波已赢了一分，快乐男孩拿下了第一场比赛。哇，这个快乐男孩用的是 Joy-Con， 我知道，所以他叫北京 Smash 唯一一个用 Joy-Con 打大乱斗的选手，实在太强了，所以他叫 Joy Boy。Joker。哦 ，Joy Boy 换了一个奈斯的颜色。嗯，恶魔奈斯出场了。恶魔奈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衣服上有两个小眼睛。哦，和恶魔一样的图标是吧？嗯，像个恶魔。对。空前、哦、DA。这 DA 怎么这么疼？奈斯的 DA 非常远。毕竟是个好像听说是三段对吧，是这样吗，三段打奈斯的时候不能轻易的跳呀，不然会被他的空招打得变得很惨，好吧，哎呀歪了，空前空前，
艾斯的空闪也是大乱斗里面性能最好的那一个梯队之一。溜溜球，哇，周克的刀攻击范围还是相对小一点，不太容易打到，而且没有那个替身还是什么来的时候，没有他的亚森的时候，他好像击杀很难啊，就靠击杀只能靠了空前空上，或者这种读一个对方的失误，然后 smash 是吗？那 DA 也是有击杀手段、击杀能力的哦。完了又来、哦，哎呀，这个帅对这个对局不太了解啊，他被打断之后要立马继续上臂才能来回场，他是可以回来的。但是他不是太轻，哇，这。这个太恐怖了，这个是可以 SDI 的，哇，差一点，哎呀，哦，没事，还有机会，帅不能放弃啊，帅没有，PK 火，这位部位打得很有耐心啊，一直在找机会，一直用 PK 火来控制距离，等着帅过来进攻，失误来惩罚他，被抓到了。哇，这，不错。现在两个人又回到了最后一命，但是帅一直在寻找击杀，他是但是哇，但是这个真的很危险。这位部位的百分比还很低啊，他的空前是击杀不了的。嗯，哇，这个力道啊！哦，小心了。哇，溜溜球 哎呀！每一次都是要不就被溜溜球。不会处理悠悠球，溜溜球。对这个奈斯的对局还是不是很了解，是吧？还是不太了解呀。没办法啊！恭喜交易报。还有一场没有了吧？有啊，有波舞的比赛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啊，最后才是 BO5。 嗯，总决赛，刚才的败者组决赛也是 BO5 嘛？是吗？嗯。帅不知道吸取了前两场的教训没有？对这个回场，一个是溜溜球的处理，还有一个 PK 雷的处理。怎么说？最后一张地图，村街吗？啊，村街，为什么是这里呢？帅要考虑换角色吗？我觉得啊，哎，啊，就说嘛，库洛姆，因为间歇打还是有点优势，说实话有。对，而且库洛姆并不用掌握甜点和酸点。库洛姆一个是速度比较快，打奈斯稍微优势一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伤害攻击距离啊、嗯，这伤害也是一流的，但是一旦出去就废了。回场，这就考验诸位部位快乐男孩会不会惩罚他。那不可能不会的。啊、现在上臂可以继续上臂。啊，不行了，回不来了，已经。刚才如果立马上臂是可以回来的。是，但是他已经迟疑了一下。帅果然对奈斯的对局还是不太熟悉啊。其实就是保持中距离进行一些战斗吧，保持剑的最佳位置。这可以 SDI 的，一直往右就行了。帅没有 SDI 吗？着急了，有点。上臂啊，没有。呜、哦。那来了一招天地同寿呀，可以啊，带走了。快乐男孩非常的情谊，送了一命，他现在依然领先一命。帅有没有机会翻盘呢？希望他的库洛姆能，哦，这 PK 火啊，帅感觉是不会处理这个 PK 火呀，还有这个 PK 雷上臂、哦啊、完了又没跳了，死了，完了。好吧，恭喜 Joy Boy， 恭喜快乐男孩获得了北京 Smash 银杯的冠军。那现在金杯银杯都结束了吗？